飞走了的心别去追，要走的人别强留，留来留去反成仇，你何必恋恋不舍，偏要为他疯狂，既然生死与他都想离开，你何必迟迟傻傻苦苦等待。其实在他决定离开之前，心早已飞走了。有些人明明离开了，心却还在一起，有些人看似在一起，心却在天涯。离开了的人不是没有爱，而是爱得太无奈，不是不想继续，而是无法在一起，因为两个人相处分歧点太大，共同点太少，快乐的时光几乎少之又少，最后不得不分开。根本东西分开不是不爱，而是爱在心里。有些人要走就让他走，别低三下四去挽留，因为他在要走之前就蓄谋已久，只是没找到合适的理由，摊牌的借口。爱没了，感情未变了，那是因为曾经对你那颗火热的心早已飞走了，留在你身边的只是应付你的一句需求而已。要走的人别去问原因，别去找理由，因为只有爱一个人才就不需要任何理由，要离开的人却有千万条理由。要走的人说明心早已没在你身上了，要给自己留一点尊严，别浪费自己的力气苦苦哀求。谁都知道求来的不是爱，而是日后纠缠不休的痛苦与无奈。常言道，强扭的瓜并不甜，无心的人没有爱，哪怕你掏心掏肺也感动不了心里没你的人。既然心没在你身上，你何必为他痴狂，既然留不住他的心，又何必为他痴情。既然他不顾及曾经的情谊非要走，就让他走，别为了不值得的人去别挽留。要走请慢走，走了就别回来，即使回来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味道了。不属于自己的爱别去惹，不属于自己的情别去不碰，不属于自己的人别动心，动了歪心，乱了分寸，惹来麻烦，坏了心情，失去快乐。心没在你身上的人别去恋，眼里没你的人别去留，不合脚的鞋别硬塞，塞进去的视角，不舒服的也是脚，疼的却是心。不接电话的人就不要反复重播了，不回信息的人也别来没完没了的发了，不是他们耳聋眼瞎没听见没看见，而是他们心里根本没有你。只有那些在乎你的人才会把你放在心上，你的每一个电话每一条信息他都不愿意错过，只会认真聆听，慢慢细品，用心享受你对他的关怀和爱。有些人有些事不要总是活在回忆里，曾经的过往只是一场梦，梦醒之后一场空，一阵风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，要面对现实，别把自己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没有价值的事上，一份爱爱到无能为力了，千万别让自己活在痛苦里，也别问值得值不得，只要你享受了爱的过程那种快乐就够了。因为不是所有相爱的人都有好结果，不是牵手了就能白头到老，是你的人不会走，不是你的人留不住，走的是风景，留下的才是真情。一份爱一段情，只要我们努力珍惜了就别管结果如何。既然他心里没有我，我也不怨恨，也不为他痴狂，只会用心珍藏，作为今生最宝贵的回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